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先开始了啊，各位，该吃吃该喝喝，放轻松啊。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节目，同岗特工队。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好，好。有的主持人就很完美。那没有，我的节目，那个很高兴大家来云南参加我的节目啊。好。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啊，我叫轰轰，很高兴认识大家。该吃吃该喝。首先我们要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活动开始到现在，我们要冲三个月钻粉的所有主播卡包活动，到今天12点就结束了。穿着走，结束了。现在几点？10:30。10:30，穿一个半小时。各个直播间开通三个月钻粉的用户，后台可以收到多余的私信，可以领取一个所有主播的卡包。如果过了12点就没了，就没了。所以今天开卡了，主播都开卡了，大家可以上一下三个月钻粉，好吧？三个月钻粉。这是活动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让我们先恭喜一下今天的冠军，也就是王拉奇，好吧，让他做热烈的掌声，以及让他上台讲一下获奖感言，好吧？啊，快，拿过奖感言，拿过奖感言，获奖感言，什么好感言？我帮你拍。谢谢，恭喜这个数，感谢，不是可以啊？你要离远一点，我帮你拍。不是，我好紧张，我没有上台发过言，我现在就像做错的事情，好像在这里。背景起来，王总，那个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谢谢大家，谢谢我的队友，谢谢我的队友，好吧，能让就让，能让就让。祝大家今天晚上吃的开心，玩的开心。我准备了搞怪的节目，好吧。好，那我们让王总把他的话筒放一下，好吧，把那个奖杯放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个节目开场，就由我们今天的冠军王拉奇和王大谋为大家带来双人激光舞作为开场。好，直播间开始了。春秋九哥，快点，就是你们两个，快点。道具啊，等一下。好，等他们拿一下道具啊，在我们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排练过，还有其他游戏同桌啊，没排练没关系，完了啊，下一个就是我呀。让我们在中间等他们拿道具的情况下，让新一给大家上来表演一段舞蹈，即兴的，1分钟30秒。谁？放下你手里的笔手机。我上台立刻马上开始表演。不是他们两个跳舞吗？你先开个场，给他们震一下场子，不管怎么开都行，我给你。音乐呢？音乐马上来，3、2、1，巴巴拉滴，快。啊。巴拉滴。哒哒哒哒哒哒，巴巴拉滴，哒哒哒哒哒哒哒。OK， 辛苦。好，让我们请上我们的第一组 ，OK， 表演嘉宾拉。主持人好专业，好帅。还可以吧？接下来第二位，那么经过舞蹈以后，我们第二位让我们就是听一下歌，好不好？让我们请红珠在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Let It Go》，好吧？关个灯吧，关灯，关灯吧。好，那就关个灯，有氛围，来开始。表演节目，关灯。来，你摸摸。啊，哎。我想说一下，这首歌我唱过很多次，我很多水友都听过了，但是我想说这首歌是梦的开始，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好吧？啊，很高兴认识你们。我们家这首新年戏，前面有点久，没事，我给你跳舞。我没生活，好不好？王总，七哥，快！那以后打扫厕所。要不你俩就别走了。七哥，我要阳光馨香，沁人海洋香。你看那边，还是那边啊？花火看那边啊！NBA 人呐！Let it go， 我就是那个大胆，我是大胆，因为
学习
手，人中龙凤几人风霜，天涯游子一往荒凉，天子之意花堂一场，谈笑一段百转书狂，两三一个花几中万国，十二侠女百中万国，十二侠女百多情国，九剑飞马他乡一捧，他也不过桃花如朵。喂，来这个就是哎呦，大唐人民的力量，哎呦，到底是他弟这猴在座的看官不想太多，如果不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听说，听完这段一笑而过，曾有龙德几经风霜，天下有子一统皇粮，神鬼之意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疯狂，人人的风景谁人难，人世不敢有这几人盼托，大功一场也只是其中一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哇哦，好棒哦，牛的你抢完就来了。好，谢谢。就很早就想在歌唱，是在歌唱，就现在就是确实越来越强，一首说书人唱的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开灯，这是猫的事，我在这里没发现吗？哎呀，好吧，说实话，秀才哥唱歌确实越来越好听了，真的，刚才鸡皮疙瘩起来了，实在忍不住了，小酌了一口。接下来第四个节目，让我们请大侠修可爱为大家带来一个螃蟹果，有没有胡刀？没有胡刀。大侠要不要胡刀？我这里有黑丝。黑丝？螃蟹主给我准备的，不对，螃蟹主给你准备的。自己穿吧，行，这不合适，这不合适。行，立场啊，谢谢。来我们的第六个节目啊，也是西哥是第一次做户外，是吧？ Yeah. 是，第一次做户外的西哥，也给我们这个节目添加了很多不一样的色彩。Yeah. 第五个节目，让西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平缓的心情。你唱歌，你跳舞。别开灯了呗，直接。别关灯。别关，要关，我是关灯。哦，不开灯了。说不开灯了。别开灯了。这是什么赞助？怎么跟绿金赞助？
是
我们让你可有是
期待。比如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对，我们是天天全面的云彩。我们有几把你的下来，就是要唱的。永远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我知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在旁边就让你留下来，留下来，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个天空最美的姿态。没有问题的，知道。还有呢？还有呢？谁少也是你的，啊，那是给你的那个。拿给我，你的直播间。阿萨奇，我这边来了。在这儿呢，在这儿啊，刚才没听到，刚才忙你。好，开始。有话？有话？我开始。你拿下。直播间都后面。来，帮忙开始灯，帮忙开始灯。来跳舞。还没唱。OK， 开始吧。来吧。啊，由于刚才疏忽啊，一步追得有点小快，我们实话实说。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些鱼吧的调研和一些整体的这个所有的水友心愿单，它已经印在了我们两边嘉宾们的背后的所有的纸板上，各位可以看一下，给你们水友看一下。还可以。看一下是吗？我在叫什么？没听见什么？再讲一遍。就是在我们本次活动开始之前，在各个主播的鱼妈已经有发过所有的水友调研，问你们的水友想看各位在此次云南行的活动中能做出如何的何种心愿，就是所有的你们的心愿，你们可以印在你们背后墙上，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也可以找一下你们的水友给你们写的心愿。好的，如果你们有自己有什么特别想做的，既然大家可以写完自己看一下。如果你们自己有特别想做的，你们跟我说，或者说不想做的，也会跟我说，好吧？都不想做，调查研究，什么都不想做。那我先找王大伯给他做一下。哦，不为难，不为难，不为难。就是如果说你们自己不主动说，我就自己挑了，好吧？你要说你大胆点，挑着自己就行。哎呀，猴哥点点劲儿吧，猴哥。你说。让这个是应该猪猪水友写的，让猪猪唱忐忑，合唱一首朋友的酒。孙悟空、轰轰、红猪三兄妹一起跳支舞唱支歌。NPC 唱火，我们几个伴舞。拉奇唱一首粤语歌，谈情说爱。我每天都在拉奇直播间说的。我不会也不认识。不会啊，反正你们可以照一下，你们给我看，在左边的你们给我想想都是好吧。包括这种像让轰轰跟 PC 孙悟空一起跳钢管舞的，也可以。怎么可以？也可以。我唱不了。拉奇，王大谋48，王大谋领带。拉奇也05带其他主播一起跳舞。你们有什么自己不想做的可以告诉我，我帮各位把你们的任务给他抛掉，好吧？拉奇，你有什么不想做的吗？我做不了的是第五个唱那个歌，因为我不会。那你这个可以吗？就是我想看拉奇舞剑并大喊剑来，一剑开天门。这种尬逼你喜欢吗？我很喜欢。哦，你很喜欢，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像这种红猪 cos 轰轰，调戏修可爱，轰轰吃野生菌中毒，对着 C 哥的光膀子热舞，这种就咱就直接就，我刚没看过。想看。我吃野生菌，你也看。我想看是轰轰吃野生菌中毒。然后呢？真中毒吗？然后出现混沌。53要卸火线。好，反正都是水友们写的，你们背后的墙上也有，你们可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吧。然后你们没人说的话，我就看弹幕哪个动我就写哪个啊，也不自己定了。好的，看看后面。我想看他们一起合唱一首《悟空》。对，都是水友们，就是的问答。没有抽签，没有抽签。我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轰轰穿小丑，你去演杂技。轰轰穿小丑。没有，我们先问，先照顾朋友们。49过了，是不是？咱俩在这边加59啊，59啊。什么？弹幕都在刷53，我看一下。
53是什么？53 NPC 串黑丝唱火，要不把黑丝划掉唱火？你黑丝有，我们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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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导演把黑丝拿过来。我导你的电脑上面。哦，在哪里？黑丝，黑心。说了吧。哦，有三款哦，搞已经买了。搞这些。有三款，各位都可以找一下。为什么不是伴舞的穿呢？伴舞的穿没有了呀。啊，我想看轰轰穿黑丝。伴舞上我的上。轰轰连袜子。正好三个，对呀，连袜子都没穿。正好三个，那我的穿，我的穿一个吧，正好三个。我好想。行，我们大部分开始好了。上面，就是三个，就那个。哪个？你们想中投哪个？你们投吧。我想看那边都摆，哪个都看不见，你们手机都往后照。你怎么拿过来？我不能穿。好吧 ，OK。穿上就会成。10年之内，大家就会拿出来看的。以后10年内的切片封面，是的，全都是黑色。你们可以照一下吧。怎么还有情景喜剧是什么东西？红中演情景。王拉奇跳舞，他跳过了。这个，应该是学游戏的吧？哦，上个位置。架子掉了，你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不喜欢的，跟我说。我给你去掉。麻辣烫的父亲，上个月做粉丝转身，主持人他们说我节目咋没了呢？等一下，因为你的是重量级，不要往后，你多准备一些时间，你知道吧？中间我给你搞一些小插曲。OK。给你缓一缓，怕你心跳好快。我觉得59不错，这两个是59不错，59，我们仨直接一口气都做完。59，猴哥去 NPC，NPC 去轰轰，轰轰去猴哥，对不对？这有点一口气就完事儿了。我刚才傻了，真是。你怎么这么期待啊？咋了？略带一种变态。咋了？随机随机。但是好想听 C 哥现场的。随机的话有点难。来，随机的话，导演组当中有没有写上去的？要不可能本次节目会有一些小漏洞、小瑕疵啊，包括此次节目期间会有一些主播可能这边弹幕觉得会很不好，好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就包括很多的节目内容可能安排确实没有这么到位，但是希望大家多包容。然后主播要去正确的引导水友们，而不是让水友们就引战，因为我们这些朋友们走到一起确实挺不容易的，对吧？通过马老师，我们一起走到了现在。我先来引战，对吧？爱公统治直播间，就黑公退下。太引战了，就是我个人觉得。他们已经写了，咱们就直接来好吧，就每个主播我们都给他挑一个，好吧？59，那先给大家来个59热热场，好吧？啊，59，猴哥NPC 去轰轰，轰轰去猴哥，好吧？我建议让那个59合体一下，59跟55合体一下子，59和50，59跟50，让猴哥给 C 哥头顶一个波波啊。合体一样的，那非要嘴啊？不是，我没说要亲嘴，亲脸。孔哥真的很想亲你，行哥。行，你来吧。你要去台上吗？去台上。能不能不要头顶，要额头啊？亲头顶真过分。你先亲他头顶是吧？不要，别亲头顶，亲我护身一个头顶。哎，你不是先亲头顶吗？头顶给个波波。他这是谁哥？认识这么久啊？亲额头吧，额头吧。我们认识这么久啊，没什么给你的，把我的那个猴咋的？干嘛去？猴哥老是站着跟我说话，干啥？把我站着跟我说话，了解点啊。好，把我的这个好运啊，这个这发紫的发量，送给是一个。谢谢猴哥。我好想。那把59一并做了，好吧，我们擦掉，来吧，59一并做了。猴哥亲 NPC， 亲完 NPC 没亲完啊？他的意思是我们铁三角的这样子亲，你知道吗？哦，那你亲我亲他，你亲他，来了，你亲亲脸呗，亲。我擦！为什么会当又？行吧，先走到两条，行吧，那。我主要手机里没有 Siri， 我看到兄弟们发的弹幕，用 Siri 给大家摇个奖，抽个号。我主要手机里没有 Siri， 还导播组给个手机吧，给个苹果的。他们说 Siri 能够0到100，你们摇个号，我们随机抽好吧。拿个苹果，你们电脑摇号也可以，电脑既然投屏了，你摇个号吧。随机生成数字0到100，
戳到谁就谁，行，好吧。就是他们觉得你们写出来以后，会有一些小问题、小瑕疵，还好啊，能接受的啊，那早就该清了。百度有个随机生成数字，零到一百，你生成一个，我点一个。对。好。你生吧。零到一百，你要一个数。对。你写过。重来。重来，没事，零到一百，你写了一百条是吧？嗯。好。没。48。48，让我看48在哪。王大谋05，带其他主播一起跳舞。啊，这个。希望哥哥这边应该没有节奏了啊！这个是我们随机数生成器生成的王大谋05，带其他主播一起跳舞。位置不太够，那我们把节奏引到王大谋直播间，让王大谋随机挑选任意嘉宾，在座各位无法拒绝，没问题吧？没问题。不能一个来，选。就你直接选，我要把节奏带到你直播间。所有啊。嗯。他来稀饭吧。好，那就。先左边一二三四五六，六位选手起立。好的。你跳什么大家都得跟着你啊。然后我们导演组辛苦一下，把后面的板子撤一下，撤一下。大伯害怕。这要是我第一个选二十。那关灯吧，王少，你是05，听你说，全部只会听你指挥，服装要求也听你的啊。OK， 关灯。你们所有的人要跟着王少啊。还是不疼？疼吗？你疼吗？我不疼。什么音乐？谁知道？王少，你自己点一个。随机。你要点吗？什么歌？《最美的风》唱不唱？还是你点一个？来个酷狗。来个哭哭哭。来个银哭哭哭哭。happy 一点。哭哭哭。DJ 直接给放一些。王总，你在那还在啥呢？往前站。王总，往前站一点吧。王总，所有人都得听你指挥啊！这是学友的心愿，好吧？全都听你指挥吧。他没位置施展。我随便放一个 DJ。我往前站点。我往前站。好，这边是一个，这边我。随便喝。还有不是我也喝了啊，大佬一罐，我怕我喝不完。喝不完，快喝上去。好，喝不完。感觉王叔，王大伯会跳舞。来了，掌声有请王叔。音乐声再大一点，音乐声再大一点，再大一点，OK， ready。来了，哇吼！我一起，摇一个掌声，摇一个掌声。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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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好，不行，所有的心愿无法拒绝啊！王超代表够不够大？下一瓶，下一瓶啊！这就下一瓶了。是的，下一瓶还要烤冰箱呢。下一瓶，下一瓶，走，宝贝们，来吧，你来吧，好。村口集合，水泥自带啊，兄弟们。
我觉得心中应该还没过瘾，就包括我们这个抽号，我们一百个号，我觉得你可以再摇一个，好吧，满足水友这些心愿，你再摇一个，来，三二一，开奖，四十三，四十三，四十三，再摇。各位主播只要打哈欠就对摄像头大喊我是。这是被动，被动的我们就再来一个，好吧？我相信我们今晚可能这个都中了，就算就是四十三是各位主播只要打哈欠就要对着镜头摄像头大喊一声我是猪，那它是一个被动的，所以我们再抽一个。好的，好的，互相监督啊，水友也监督啊，监督。嗯，露露的你别怎么样说啊，像王大伯快打哈欠。二十七，没有打。二十七。这个这个这个。修可爱表现一个最奶狂暴神力瑜伽。修可爱演一个最奶狂暴神秘女嘉宾和拉奇一起跳舞。可以十个吗？这谁有心愿？这可能难以。最奶狂暴是什么样子？什么最奶狂暴？你不知道最奶狂暴是什么？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最奶狂暴是什么的话，你就跟他们一起跳舞可以吗？你教他们你的螃蟹舞吧。又不要跳，我又要跳了。啊，那我们最后一个，我们这个完了收尾。那如果你们累，好，我们理解到各位嘉宾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啊。有没有？我这不一排上。我们得理解各位嘉宾他们身体上的不适，因为有一些可能今天坐车啊，或者说是猪尾巴受伤的事情，有猪尾巴受伤的情况，这些我们也要理解。所以我们让大家缓一缓。那再我们换一个吧。好吧。来来，三二一，八十七，有，有一百个呢。好，八十七没有，没有，下一个没有八十七了。别摇了，五十三，装什么呢？五十三是啥？我忘了。二十八，二十八，王拉奇跳舞。又来一个。可能王总的水友热情确实特别的高，包括问卷调查都显得特别好。但是这些东西确实是水友问卷，然后我还有收入。这样，我给王少一个台阶，我给拉起一个台阶，你可以征求你这边兄弟们的意见，他们同意你。我想跟轰轰教我跳舞。想吗？轰轰教我跳舞。没有没有，他教啥我跳啥。那跳了，那你确定吗？我确定是什么？你问你这边兄弟们，我不信。他跳舞哎。他们让你自己跳舞。想好哎，拉起。是轰轰教什么我就叫什么，也不用教，直接上，这我们能同意呢？上。你看，拉奇先生，拉奇，冲冲冲！拉主题，要不你的卡主题，我卡主题没拿下来，真的讲多了。那不能是表演。他们说好，让你快点上。上，那叫轰轰教嘛？轰轰方不方便？昨天方便方便，没有什么不方便。他方便。轰轰的超级方便。你让轰轰教，你让他的舞就有点奇怪了。对。我抽象派。来吧，他不是很奇怪。来吧，算了，王总不太适合跳那种。真的吗？我不相信。你说。听得光老师。来嘛来嘛。说的不好而已。来个什么？没有歌啊，你随便放一首那种夸张点的。你是什么歌？大牛一样。他是擦边。我不擦边。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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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我们活动今天马上要结束了，大家现在如果还能翻个就算是本事了。真的啊，就这个好，这个好，我也教你了。好，
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是快乐星球吗？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啊，好好好好。说，他说实话，我朋友他做不了那些东西，王少可能可以，好不好？嗯，好，那我们导演组把这些做过的，包括谁，我们可以记录一下，好吧？然后我们的随机生成的节目呢，已经做了好几个，谁有心愿了？接下来，让我们请上我们这里最重量级的世界第一孙悟空，为大家带来一首。那是你，我第二。好，那我们请上猴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啊，英文我念不太了。这首歌，这首歌我大哥，这首歌我大哥，老规矩，一分钟学速成，半首送大家。半首送大家。他妈的，非得让我整这首歌啊！本来是那个，不是，这我要给我大哥说一下话。B 站有我大哥的原唱，你们可以听一下。他今天可能因为设备的一些原因，没办法给大家听完全演绎的，就是完美的演绎。是吧？好，今天就给他写来半首，随便来半首，后面自己去听。OK， 没问题。好，先我看我把这词儿整出来了。好，开始了啊。哎，有点快啊，有点快，有点快。等等会儿，你说三二一开始，我就开始。好嘞啊。东北。三二一，开始。哎，有那个吗？都会的厚度，有他的内秀。你妈的，你丫的大，路不的我有美丽的路，巴士的大路，走走走的，你卡的路走的。哎呦，我路的大路我一走走走的不能怕啦，走走拉起阿妈，开始阿妈开大路路的一路，塞一路大，哪里都敢闯。不可能啊！
穿成碎碎的雨，关心在破破嘴巴的走眼睛，他打算嘴巴看我做什么的，朋友的爱负责我准备的爱情，平平激动外面我弄明天，每回都同我弄嘴巴是一天，发誓永远慢慢看红心一千一，每回都同我弄黑红红的脸，他一看我恨恨你生在多少年，他听着我的苦卡两滴滴，都乱一三声谁谁的音乐，关机在破花嘴巴找原因，他打上嘴巴把我做毛的，朋友的怀不可我真累的难理解，平平低头爱你我梦明天，外面说头发让嘴巴吃一瓶，大心中在慢慢看红心的声音，外面说头发让黑魂蒙着你，大地看我恨恨你身在多少年，接下来可能节目会比较重磅，说实话比较重磅，比较重磅。什么东西？接下来又要辛苦一下我们今天的冠军了，他还在喝他的可乐，好久不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第九个节目还要辛苦一下拉奇，再给大家带来一首《陪我长大》，好吧。Thank you.
唱不休的和弦，愿你在身旁。